假期有啥打算啊？给我讲讲。打算回老家住一趟时间。爷爷走了之后，那房子好久没人收拾了。哎，你这一走啊，我又得放大假了。听院里说，今年又没找到新生。自从你师兄毕业之后啊，咱这个专业啊，就你一个学生了。你小子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我保你啊，门门都是一家。少佐，那不是什么。行行行行。反正呢，你闲着也是闲着，亲戚托了个小孩，你去教他试试。老教授，今天压力么子啊？哪牌子？换个口味，来包南楼的。最近的生意怎么样啊？还好啊，马马虎虎，过了过个。出院吗？七十八十。要不臭唱戏的。你又在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老老实实跟着鲁教授学点正经手艺不好吗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创意。哎，我找你大伯啊，在市文化馆找到一个工作，你把手艺学好，毕业了搞一个编制。你就甭操心了。不操心，不操心。你从小到大不都是？都是您一手操心过来的，这话我都听腻了。您老歇着去吧。这孩子，喂。哎，小子，你最近有空的话，我让我家亲戚把小孩给你送过去啊，人家给的学费可不低啊。教得好的话，你下个学期啊就不用向家里要生活费了。我自个儿那毕设还没做完呢。你那毕设呀，不要说我了，院里那些老家伙也不可能让你通过的，尤其是那个张教授，一直看不惯你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。你就听我的，接下这个小孩，正好练习练习我教给你的基本功啊。而且啊，这门手艺你迟早啊是要传给你未来的徒弟的。老陆，你再让我想想吧。别想了，你妈走之后啊，你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的不容易啊。他看到你能自食其力肯定高兴啊。嗯，你只管骑马，卓宇哥哥不会责怪你的，他可会做皮影了。你们在做什么？
你咋才回来呀？这小女孩啊，是一个女的送过来的，说是鲁教授的亲戚，想让你帮忙教她一段时间。你看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哄小孩子干什么呀？谁让你跟她玩的？这小孩子玩压坏了，压坏了修不就完了吗？你还敢跟你老子发火？我妈在的时候会给我修皮影，你呢？还好修吗？有点麻烦，但还能修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给你炖了一碗银耳汤，小时候你妈经常炖给你吃的。嗯，谢了爸。嗨，这孩子说啥呢？那小孩在外面站了好长时间，要不我让他进来给你道个歉。小屁孩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陆子野。陆子野，这么奇怪的名字。你为什么踩我皮影啊？我看那东西好奇，这个爷爷就把它拿下来给我玩，不是我故意弄坏的。对每个学皮影的人来说，皮影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。非常珍贵的东西。回去吧。明天天黑，我就给你上课。走吧。你又在干什么？不是我弄的。昨天跟你说了，这很重要。我知道。你就不能离他远一点吗？我怕他被风吹走，才坐在这儿的。其实咱们皮影戏呢，以前是五人戏班的，只不过现在，我跟你说这干嘛？总之呢，咱们今天表演牵手的技法。
哥哥，你快醒醒，我好无聊，我要看电视。乔祖宗，这是我老家，哪来的电视啊？啊，我想回家。那你没办法，去院里等我，待会儿给你看电视。怎么样，想不想跟我学皮影啊？真好玩。昨天的那个孙悟空有趣多了，比电视也好玩呢。我还想再看一遍，你什么时候教我呀？我的毕业设计是从儿童视角出发，其中融汇了我对皮影艺术该如何创新的想法。我们不能只关注皮影艺术的传承，如果能让小孩子也喜欢皮，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，但是这个想法要看他用在哪里了。你这东西固然能够吸引小朋友，但是不伦不类，实在难得大雅之堂啊。紧跟孩子们的想法有什么错啊？而且如果能吸引小孩子，就会有更多人愿意主动传承皮影戏。你呢？你不是从这些老戏开始主动传承皮影的那个孩子吗？您是？小桌是吧？我是陆子野的妈妈，过来看看露露。啊，您请进。妈妈你来啦！哎，宝贝。哎，露露啊，先去玩一会儿啊。嗯。小猪啊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就顺路去银行取了一点钱，也不知道，数目合不合适。这段时间露露在你这里学皮影，麻烦你了。姐，您太客气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小露挺有天赋的，只要肯好好学，以后肯定能继承鲁教授的手艺。小猪，这事儿吧，我跟孩子他爸商量了一下，这个时候学皮影太耽误时间了。再说，开学马上就要考试了。要不学皮影这事儿就暂时停一下，以后有时间再说吧。我不要，我就要跟朱宇哥哥学皮影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少插嘴。姐，小鹿真的很喜欢皮影，您也是托鲁教授让他来这儿学的，这怎么突然？小猪啊，本来就是培养一下孩子的兴趣爱好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再说了，学生的本职工作不就是学习吗？她一个女孩子学皮影有什么用？
学得再好，也不过天天待在这穷乡僻壤里。哎呀，露露，我们走，走呀！那你忙你去吧。我是不是想错了？就算我能吸引孩子，也根本没人会主动传承皮影。咱皮影的围布跟皮子都太贵，火星套上去烧个洞，我心疼，给您丢脸了。